你在同居的第一晚，你要特别注意。同居的第一晚，有发现他使用打片吗？想到执法来解决秃头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秃头的问题。没错，例如呢？像我自己本身，我是戴发片，我也是。对。他。嘟嘟嘟嘟嘟嘟嘟。呦呦呦 ，YouTuber 来了！哎，最近在 D 卡上面有一个热门的讨论，他说交往六年论及婚嫁的男友，他在同居的第一晚居然发现他戴假发，可是他说他很在乎男友这段感情，并不会因为秃头然后就受影响，那很好啊。那他可以体会男友因为落发自卑不想面对的心情，但不知道怎么样拿出来讨论或帮助他，才不会让他受伤。所以想请问板上大大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给他一些建议，这就要问专业啦。所以我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阿志，还有阿志的女朋友，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因为我们大家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都是用发片来解决秃头掉发的问题。对，阿志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首先我觉得他老婆对老公一定是真爱，因为他是想要帮他对解决这个秃头的问题。对，那当然他可能原来就有戴发片，可是不够自然。对，应该是不够自然，所以才会被发现。说真的，我觉得如果够自然的话，他是很难发现的。对，而且他交往六年，但是在同居的第一晚，所以如果你不管交往几年，在同居的第一晚，你要特别注意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聊一下当时，不是当时同居，大家都有同居过嘛，对不对？对，同居的时候，女朋友有没有发现？同居的第一晚有发现他使用发片吗？没有发现那表示你的发片OK 不错，这是高手。其实是他跟我说，我才知道的。直到他跟你阿志跟你说他用发片，你才知道。他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所以不管你们之前做什么剧烈运动都没有发片。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就这样，我们共同的牌子，用同一家牌子。其实发片选对是非常的重要。那你要问我的观点，我会觉得说，其实用发片跟用假发、假牙都一样，那没有什么啦，就自然而然啊。就是，哎，你用发片，哎，蛮好看的，哎，你这一顶发片蛮好看的，哎，你这个眼镜蛮好看，哎，你这耳环蛮好看，意思就是都一样的。所以你完全不需要因为对方另外一半用发片，然后你产生什么尴尬，因为当你尴尬的时候，对方就尴尬了。是不是女生的观点呢？你男朋友本来就用发片，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我那时候知道我没有太大的反应，欸，是，就是我说，你早就知道他注定要秃头。我那时候好像就是说，就是我那时候觉得蛮酷的，蛮酷的，因为我身边没有遇过其他的人。但是你不会觉得很怪？我觉得戴发片很酷，很酷嘛，因为其实很多人也都戴发片，演艺圈很多好朋友都戴发片，对，都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一题我觉得就是自然而然就好了，不需要特别拿出来讨论或是鼓励他或什么，没有，因为这个跟假牙眼镜都是一样的，哦嗯，好，我们来看第二题。他说呢，欸，这一样是在 D 卡上面，哦，有一个人他30岁开始就面临了落发的问题，那他最近存了200万的买房投期款，但是他每天照镜子都很想哭，是因为他落发很严重，所以他去评估植发大概要花30万。哎，他就犹豫啦，啊，我要先把这30万拿来植发吗？还是拿来买房子？阿志怎么看？嗯，我第一个想法会是想说，他只有想到植发，想到植发来解决秃头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秃头的问题。没错，例如呢？像我自己本身，我是戴发片，我也是。对，他是真发，他是真发。那女生的观点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外貌就是你认识的时候才会需要看到外貌。可是如果你已经认识这个人之后，你会愿意跟他交往，就真的跟他外貌没有关系，除非你真的非常肤浅。我问一个真的哈，他说感觉女生很在意秃头。如果今天是这样子说，你想跟你认识，你觉得有可能吗？说真的，还好，就没什么胃口。对，食欲不佳，对，对不对？这就是说，爱情的入场券，你有没有拿到？爱情入场券就是说，我的外在至少不会让你倒胃口，哦。那等到拿到爱情入场券之后，把头发拿下来，你还是会跟他在一起吗？对啊，会。会，对，因为你已经了解这个人了。我觉得女生的观点就是非常客观，确实是如此。
其实男生也是，你会觉得我们也是在看女生的外在，但是一旦爱上之后，即使她今天卸妆，我们也觉得 OK 啊，没差，那就是我的爱人啊，嗯，对不对？所以我的建议是赶快去买房吧，不要浪费时间、浪费钱。更何况我必须要讲哦，据我所知，植发它是不是一劳永逸的？除非你今天不是雄性秃，如果你今天是雄性秃，植下去还是会掉。你觉得呢？你有没有去做过研究？有，植发其实效用不大，因为它植了，它过几年它就一定会掉掉，因为它就是你原本的头发。它是总量的分配，从后面移来到前面，挖东墙补西墙。可是没有一家植发业者敢跟你保证说种下去多久不会让人家发现你是秃头哦。反过来讲说，没有个业者敢跟你讲说你可以告别秃头多久，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如果有，那他算是一个很诚实的业者。那当然，这是以上我们个人的看法啦，你也可以多参考哦，并不是说一定要用发片，或是要去植发，或是怎么样，你可以还有很多途径，包括你要剪光头，其实也是个方式嘛。那在我看来，房子会增值，头发你还是可以期待哦，各种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好，以上是我们的观点，希望提供给各位来做参考。如果说你还有任何问题，欢迎你利用我们的 YouTube 连结，那在底下留言，我看到会尽快为各位服务。我们就期待下一集见喽，拜拜。